这里环境也是超好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牛仔城拿货。前面那里有一个钓鱼场，这边还有一个新开的钓鱼场。今年的龙眼开满了花，这里还有一只蜻蜓呢。小时候我们喜欢抓这个来玩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草韵。我们今天来牛仔城拿货，带着我家女儿哦。刚刚来的时候呢，她还好好的，但是来到这里我就发觉她不对劲了。看一下，平时呢她下地到处跑的，但是今天呢、她老年人了，老是让我抱着她，那里的牛仔裤啊，还有运动裤、卫衣那些，我都已经下了订单了哦。等一下呢，我就带泡泡去看完医生，我再来拿那些货去发货就可以了。今天呢发一些五指毛桃还有红薯干啊，这些先带我家女儿去看一下医生先，因为她现在发高烧哦，一定要带她去看一下。妈妈等一下烧一点温开水给你喝一下好不好，奶泡。哎呦，我家奶泡不舒服的时候就乖乖的，平时呢调皮的很，是不是？终于停下来了，因为她现在是长高的这个阶段嘛，长牙齿的话现在长了18只牙，应该是长高哦，没事的。我家奶泡很坚强的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不哭不闹，就是要黏人，让我抱着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走了，去看一下医生，去村里面的诊所。我们刚刚在里面拿完牛仔裤出来哦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刚刚带泡泡去看了一下医生哦，80块钱了。今天不愿意吗？来来来，下车，下来这里。我们开车回去了，开车回去了。好了，现在走了。妈妈发货先啊，发完货就回去啊。好，发完货就回去了。我家泡泡刚刚吃完药哦，他在那里哭，一味药的话简直比拉牛上树还要难，小宝姐。哭了好久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哎呀，我就像奶泡，哎呀，谁让你不舒服咯，是不是？吃了药好了，不要吵啦，不要再吵啦。好了，等一下你睡一下，妈妈煮饭哈。煮饭饭给你吃啊，要吃饭饭啊。没事没事。我家泡泡终于睡着了，刚刚吃了药，我刚刚放他下来，他就哭，抱一下他。